我们现在去买菜，买点水果，明天去鸭妈那里直播。她说我那天买的那个柚子去很好吃，问我在哪里买的，多买两个去。那边小朋友多啊，每天在那里，小妹妹在那里跟小朋友玩，然后就可以让我播一播，工作一下。因为过节之前我们那个面膜它是有活动的，而且还有礼品送，所以我也争取有时间的话呢，就尽量多播一播，给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能抢到这个福利啊。我现在下楼看看那家水果还有没有那个柚子卖。啊？去干妈那里上班呀？那明天去啊。哦，老板呢？老板娘呢？有不？还有一点的不？就是那个上次我买了一个，我去超市。哦，老板娘，我又来买柚子了。叫阿姨哈。来两个。芭蕉，给我芭蕉。阿姨给个芭蕉给你，说谢谢。爱你哟、哦。爱你哟、哦。谢谢。哎、呀呀我帮你剥，你会剥吗？你吃不吃？啊？吃吃啊。给阿婆看一下你的腿腿。啊呦，乖的，走，去，妈妈看电视。哦，去干妈那里上班。捞鱼，捞鱼吗？捞鱼不捞鱼，我们要上班，上班才是，才是重要的。捞鱼鱼是次要的，上了班才有钱去捞鱼鱼，懂这个道理吗？喂，点头，点头说懂。哎，出发了哦，出发，去那里跟小朋友玩啊、哦。嗯。那你说爱妈妈。嗯，说不得捞鱼他就生气。买菜菜去。哦，你这个头发呀扎了不到两分钟。妈妈姐姐。又不给我扎，不能又扎得不紧，马上就松掉。我跟姐姐啊，笑成那个样子了。我妹妹好没有？好一点了，好很多了。妈妈。哟，叫谁妈妈？我是谁？干妈。干妈。哎，乖。要想一下。那我就，以前你去跑其他牌子了，其他产品。拍我们的这个绿茶面膜送补水面膜哦。那我们过去买菜煮饭，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啊，辛苦了辛苦了，真的。